随着国家基础建设的不断发展，公共交通也变得愈加方便，公路也越修越多了。部分公路由于修建的地区山地过多，所以往往都会修建一个隧道，以减少汽车频繁的爬坡上坎。而很多人对于隧道却有着这样的疑惑，当我们开车经过照明良好的隧道，还有必要开灯吗？当我们行驶在特别短的隧道上时，尤其是在一些高速公路上，往往几秒钟就可以通过隧道了。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没有开灯的必要，因为当我们行驶在入口时，基本上即可以看清隧道的出口了。不过若是严格按照交通法来处理的话，我们是必须得开灯的，因为我们开灯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照明，而是为了让周围的车辆察觉到你的存在，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而对于那些隧道较长但是照明非常好的隧道来说，如果我们在行驶过程中不开灯，就会使得自身的存在感变弱，尤其是在那些需要行驶十几二十分钟的隧道里面，当我们周围的汽车长时间没有开灯，我们就会发现慢慢的就会忽视掉对方的存在，而这种情况在行驶过程中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的存在感在隧道中被减弱，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开照明灯。当我们在通过一些长度一般但在天气较好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看清隧道的情况的隧道时，其实也是需要开灯的，因为天气晴朗时进隧道和出隧道都会有非常强烈的光差，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追尾。不过由于我们的汽车尾灯是红色的，有非常强的穿透力，所以在较大的色差下依旧可以让后车注意到我们，只要我们打开车灯就不用担心出现追尾了。也就是说，不论隧道的照明条件如何，在我们通过隧道时都应该打开车灯，这样做不仅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同时也是在保护其他车辆的安全。来好看视频。